大家好，我是卫星。首先双离组合苦战三局不敌印尼组合，直入16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9平后，印尼组合连拿两分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虽然双离组合追至19平，但印尼组合还是以2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离组合获得优势，打了一波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离组合再打了一波10-8，也是1-15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印尼组合占据主动，打了一波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印尼组合持续保持优势，打了一波10-8，也是1-16拿下比赛。